我的聊天室又坏掉啦！哎，原来下午这么多人哦，我的天啊！哎，打扰第二把，没有啦，现在没有鱼竿在。哎，我的聊天室只会显示退去啊！森林大宅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有了有了，YT 的载入了。他的心愿是，巴拉。可是我是真的没盖过啦，因为这是我生存第一次盖的。因为这个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早上5点睡醒，然后就在盖这个，就是这样叠上去盖玻璃，然后再补上那个。然后盖到了12点就开始剪，等一下还要出的影片，然后现在要来继续盖了。假日大家都很闲，这人死掉了还没有，都要沉思。可是我知道有很多种盖法啦，但是我这种盖法是最耗资源的，就是他们不是说就靠沿着。沿着这个走吗？沿着河流盖。可是鱼竿的个性就是强，我跟鱼竿个性有强迫症嘛，就反正就是盖一个长方形围起来吧，比较好看，还比较花资源。对啊，就看看啦。如果看可，我在单人测试有3叉戟啊，可是有时候你们也知道啊。盖出来的东西就是，常常会有意外一大堆，然后这是我盖到一个段落之后就休息去剪片了。我太久没剪片了，我的后台掉超惨的诶、欸。我看最重要，对啊。我那个后台的整个掉了1/4，天啊，有够惨！因为最近碰到了，应该是感冒啦，再加上委托一大堆要赶，然后就没办法顾 IT。这个能干嘛？这个能刷程式哦。我觉得有点比深海祭还累，至少不用抽水啊。但是就是一盖一个圈，然后自己一个补。且之前玩生存，盖这些的都会有人陪我盖，像那边铁巨人塔，我是盖到快完成之后，胡子才来帮我。然后那个僵尸生怪塔，哎，有点卡。僵尸神盾盖塔也是盖到快结束之后，剩下倒水啦，然后呱呱就来帮我，不然之前都是我使唤人的诶、欸，天哪、啊！这样使唤狼儿啊、兔子啊帮我盖，奶、欸、奶。你有点卡诶、欸，有问题吗？怎么没开？没关？死定？偷偷更新吗？先关掉好了。啊，风之谷的后台吃我记忆，等我一下哦，把风之谷那个关掉。我游戏关了，可是后台还有显示它的结束工作。
可以看看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。哎，好像有点好哦。什么？水是上下倒还是全满？从上面倒就好了。它水不用水源头，从上往下倒就 OK 了。没办法，其实可以不开台啦，反正盖这个东西就真的很无聊。我想说，那就开台吧。很好奇最后完成会怎样运作。嗯，有没有看到城市？好像有拿东西耶，我下去打。冲哦！你拿什么？钓竿？去死！这个的运作方法就是在它的生态区域会生怪，只是要够安。它只是说，我们就是把这个生态区域把它放大，拉高一点。那拉高之后嘞，就是要让它够暗，够暗就会生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它原理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只要有水，有它的环境，然后够暗就会生了。啊，只是我们让它这个生成的区域拉比较大，啊，现在就是还不够暗。我现在就是要把屋顶补起来。安安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我很少下午开台，因为下午比较适合工作啦，剪影片啊，有扩，就是比较，哎，要怎么讲？比较多人会开台，我自己也会边听台边做事。哎呀。像我刚刚还在听着一个泰拉瑞亚的台，在那边教他们。是对方是刚接触的新手，我不敢教太多。我只要教了有点进阶的东西，对方就有点暴躁，听不下去。我没有教他，我没有键盘教学，我是照他的进度跟他讲。再来要干嘛？怎样做会比较好？而没有是说啊，去打中介龙啊，类似这种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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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我们要来完成鱼竿的心愿。啊，只是说下面我在考虑要放木栅栏挡水，还是放那个海灵核心啊？我是想放海灵核心啊，可是。因为放木栅栏好累哦，你要放上去，然后再把门打开。台湾才能开泰拉？诶，没有哦，我还蛮常开泰，之前蛮常开泰拉的，可是就是很多人看不懂。然后我也很难解释，所以开一阵子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开下去了。玩泰阿瑞亚真的还蛮好玩啊，十大棒也是，有很多好玩游戏，但是观众只接受麦块啦，就也玩得很不开心。有没有都说不开心啊？就是明明有很多好游戏，就局限在麦块上啊。像我之前一直不去研究1.13，就是因为就是不想研究啊。之前还蛮热情，就是都停留在1.9之前，那时候有兔子，应该是吧？深海遗迹跟兔子那时候就在1.9的时候。做死放告示牌，繁星能问一下什么材质包吗？这个赶快记哦，GREENPACK，然后60×60，这个是鱼竿找到的，这个材质包还蛮可爱的，之前那个 Open 白的那个材质包我没有用了，因为它1.13之后怪怪的。我装上去之后，很多生物都变成骷髅，牛也变成骨头啊，鸡也有骨头啊，马也有骨头啊。那时候还说，哎，骷髅马，哎，
然后他们说你眼皮啊，那匹黑马你说骷髅嘛，然后把材质包换掉之后，我变成黑马了。哎，又有点卡了，什么问题呢？同感，明明有好多游戏，却好多不能看。啊，音乐，你怎么有空啊？不用运动吗？对啊。我还不会放海灵核心诶，晚点教我。可以带介福尔一次。好，那我跟你说一下哦，我们还没有去打中介龙。好，这样先回答你哦。我知道介福尔可以带很多啊，更棒的还是带中介箱呢。但我没有介福尔啊。我现在教你，没有啊，它不就是一个很像包起来的感觉吗？我只是说我没有盖过，没关系，我等下来。啊，你不是在玩宇宙冒险？去玩去玩去玩！我最近要拼一点了，最近开销，我的支出完全大于收入的2倍。哇，太凶了！你有核心本体了吗？有啊，这是鹦鹉螺壳跟那个嘛，海洋之心。现在盖啥？盖城市塔。是不是就是？类似书柜跟附魔台那种，中间要隔一圈那种感觉，就中空3×3，外面乘5×5方方块而已。哦，3×3×5，哦，对啊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就中间是海灵核心，然后隔一格空气，然后外面放那个。哦，有高空坠坠吗？不会啊，你看这边完全不会生怪呢，多棒啊！因为这个是半砖，没有啊。现在晚上高空作业，我刚刚就是被叶妹从上往下推了6次吧，但是我没有叫，相信我真的没有叫，我只是骂了一下靠。干夜猫，你现在给我出现！你买个早餐，不吧，不是买早餐，出去买个东西。啊，结果人嘞？还是来播歌啊？可恶！好无聊哦，然后叶妹出现，不会啦，已经补成这样，叶妹出现也不会把我怎样啊，又不是说刚刚刚补上去一条一条的，打下去之后还要再游上来。像这样子，你说下去捡，
有时候会觉得啊，就是可能会玩一款新的游戏，那但是就是很有兴趣，也有少部分，真的是很少部分的人说希望可以继续拍这系列下去。但是嘞，你要抽空花时间玩那款游戏，但是就是你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个很没有，要说好，讲白点，很没收益的影片出来。这个换作是你们做不做？我这样讲也不对。反正就是，如果我出了一个贴图，但是就只能满足少部分客群，然后我就要花很大把的时间跟心力，而不做影片、不拍片，然后不开台就去做出那个贴图。但是出那贴图只有十几人会买，懂意思吗？暴雪说不打算出什么？音乐出什么？没看到。哦，没出模组哦。哦，了解。